由傅老师，我们就来进行一个数字测验哦，来测未来一个月，我可以什么都不怕吗？哎呦，可以什么都不怕。嗯、那我的字面是这四个字：惊吓刺激。哎呦呀，这四个字都很惊吓刺激哦。哦，从四个字里面选一字来测看看，未来一个月我可以什么都不怕吗？那请现场贵宾还有观众朋友，请你一起来测，选一个字哦。先看一下惊。金是黄老师选的、嗯、还有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去选这个字的话，到底你会不会什么都不怕、欸、趣味性的啦，因为这个是最没关系，因为三好一坏你都没关系啊，还有老师我的敬爱了，夫是警讯，人仰马欢，前面是警讯的警的开始，后面下面是马嘛、哦、所以这个呢你什么都有在怕的啦、哦、真的、哦、好，下面看一下下、哦、下、最多人选了哈，静存哎，高警官，哎呀，阿曼达老师， hey. 哎呦，观众朋友，如果选这个下的话，答案是职场口碑很好，赫赫有名， oh. 那当然是在 工作上什么都不怕啦。是，好，所以是工作上没有在怕，90分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下面我们看一下鸡，鸡是盛书老师跟笃林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是选这个鸡的话，答案是情人邀约，欢乐满。哎呦喂呀、啊，这、感情最好嘛。那这感情方面没有再怕啦，80分。哦、好，下面是千羽了，一注独得喽，你得刺了。压力好大。观众朋友，你也是得刺的话，答案是理财策划，投资力多。是钱财方面没有再怕，钱财方面非常好嘛，100分。厉害厉害。哎呦。